大面要拍。一二三，好，拍了。从晴天宫开始上。好。哎呀。二点九公分。啊，快到了。一百。现在是重点。春天小姐啊。嗨。那春天小姐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也在里面了。有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也来射一下，嗨，我们的领队哦，今天阳明山纵走第二段。嗨，好棒好棒！领队，我们要走到哪？走到小油坑。经过什么？经过大屯西风南风主峰。好，大家知道啊。啊，魏老师来了。你们都是摆好。好了，可以转身了。偷偷跑出去。好，走了。谢谢老师。恭喜！能吗？台北大纵走第二段，你蹲下去两个都可以拍得到，那个角度两个都可以拍得到。好，这边是第一段，我们今天走第二段，我们现在要走大屯西峰。帮我一下，老公啊！好。给你滚！帮我拍照。别紧，你。盯着你了。安全。耶！好彩。哎，这里是？对，哇，我们到大屯西峰了。哇，走，来，看到哈？哎，大屯西峰。哇，脚都上来了。他会坐得下。走了。林米姐走 A 队呢。卖家垃圾啦，你要前路走路垃圾不害呀。看起来是。来，坐来，坐来。看一下。A B 队把几个人。哎哎哎，荣幸啊。
因为哇，还有草可以拉嘞。爱大鸡了。哎，哇，我们走过哎，我们走过，跟钟老师走。啊、跟钟老师走，不是走到大棚吗？可以，先去阳光睡一下。李姐，你先走没关系 ，OK 啦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嗯。那就孤单。现在投票率压力力要忍到几万，冻断了，差不多是在三四百平，三百左右的冻断了，三百几吧，应该是三十五啦。西风，对，爬过来这一座。莲姐，等一下就去那里。哦，好，就是王。对不起，我想要天蓝天蓝天，太大了，我想要看的大家。看这边的。我只要不要动就好了吗？可是要。可以后退啊！对，后退，把我们全部进来。后退全部进来啊！后退没办法全进吧？好，那你就从那边开始。好，好，前进。
我不用盖，我不用动它，我只要动手就好了。赞啦！好，开心开心开心！今天参加软脚虾，耶！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休息吗？大屯站还有0.6，找位置休息。好的。可是有阳光也好美啊，不过这个是暗影啊。
到马路了啦。条是阳金公路，我来了，阳金公路，谢谢。阳明山到金山叫阳金公路。哦，我这是小刘跟狗呢，叫狗就安尼。哦，叫车子来载我们，还可以走了，没关系的，三公里呢，可以啊，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油漏光了，油漏光了，这叫阳金公路，阳明山到金山，阳金公路啊，不是吗？百对。竹子湖路啊，哦，这里是竹子湖路啦，爸爸。对啊，这里不是阳金公路啊，这是到往那边是往淡水跟那个啊。对啊。每个人好笑了。还有公车耶，太远了。下面是竹子。